我吗？我演你啊，演你演我吧，你演我。我的脸没有那么臭吧？拉手啊，拉手。然后去在街上嘛，然后当然就是看东西 shopping 啦。啊哈，嘿，爱马 X， 已经很明显了。扔走我，然后就打开那个门，然后就把所有包拿在手上，一边一边看，跟着我就是扔在那边。啊，然后他就跟那个售货员不停的，哎，还有什么货拿出来，好像打劫一样。看有什么货拿出来，拿出来，这样子。那我在那边就很不爽，干什么呢？然后那个人就不拿出来了，当然，然后他就转另外一脚，求你啊，我很变态，你知道吗？他只是去买东西，他会求人，而且就是会威胁人。然后第三招就是，哎，我老公在，你可以找他去拍照啊。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刚才的微表情，你们六位觉得谁抽到了卧底？我觉得是他。为什么？他最年轻啊，他最年轻啊。嗯啊，就握的时间比较长一些，是不是？你别以为猜中就归你啊。对。哎呀，你看看啊，钱锋，你觉得是谁？我觉得是亮亮姐。我不会归你的。